啊，哪会阁藏伫个遮？阿美，有你的被藏少久啊，啊，你敢有甲看卖咧？吼、哦，是啥物重要的代志啦？阿妈，你帮我看一下啦。吼、哦，你实在是有够贫惰啦。这，哎呦，这是公坐汽车责任保险的通知单诶。吼、哦，敢是阿美未记得要继续投保？哎呦，阿美呀、啊！你叫我过来啦！好啦好啦，我来啊啦！滴滴亮滴滴亮，你看这是啥物？哦，公坐汽车责任保险的继续投保的通知单。吼、哦，藏伫遮，唔知藏偌久啊！你看卖咧，明仔载就到期啊啦！到时阵吼，你若无去拿，就准备予人罚钱。那是一直拢无去拿吼，万一啊发生啥物交通的意外，看你要哪处理啦！对啦，大家吼、哦、爱依照规定来投保，安尼开车才有保障。啊，唔紧嘞，准备出门去办理继续投保纳钱。好，我随来去处理。各位听众朋友，汽车或者是机车所有人，一定爱投保公坐汽车责任保险。保险期间到期之前，嘛会记哩办理继续投保。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保障基金关心您。小敏哦，哈啊，啊，到阮家阿明啦，骑机车要去上班的时阵吼，无小心去有车弄着，即马住伫个病院啦。啊，有遮严重无？啊，到手啥物讲迄开放性骨折，讲爱开刀啦。啊，病院内底有人甲我讲呢，讲会当申请公坐汽车责任保险的保险金，或者是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保障基金的保障金。所以吼，我即马就是要紧登来厝内底去准备一寡资料甲钱啦。啊，是病院虾米人啦？啊，我嘛唔知呢。啊，都有一个先生甲我讲，只要吼付伊一点啊手续费啦，就会当帮我拢办得好呢。吼、哦，伊是保险黄牛啦。阿尊姨啊，你唔通会骗去呢？申请公坐汽车责任保险的保险金，或者是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保障基金的保险金。其实很简单的，咱家己就会当处理啦。哦，是安尼哦。哎呦，好佳哉去当着你啦。啊，那么吼，我阿爸又佫受伤，我佫去有人骗钱吼，安尼实在有够害啦。民众发生汽机车交通事故，造成身体受伤、残废或者是死亡，向保险公司申请公坐汽车责任保险的保险金，或者是向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保障基金申请保险金。手续非常的简单，千万唔通开钱，请人代办。那是有相关的问题，请卡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保障基金电话0800-555-6780。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保障基金关心您。你身体有较好无？哎、哦，是较袂痛啦。啊，不过吼，你看我的脚断去啊，阿妈唔知几时吼才会当走路啦。阿妈，你着好好啊治疗，一定会足紧好起来的。讲到这受伤吼，实在是有够衰啦。啊，我好好行伫个路边呢，无想到讲有一台车都安尼甲我弄来啦。哦，好佳哉，我是命有够大啦。啊，那无吼，早落去做阎罗王啊啦。你是好心有好报啦，一切吼拢会无代志。起码吼上晦气的时候，弄着我的人吼，伊无投保公坐汽车责任保险，阿妈无钱会当赔偿我。阿妈，拄着这种车吼无投保公坐汽车责任保险的情形，你会使请厝内底的人帮你申请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保险基金的保险金吗？哦，是安尼哦。嗯。发生汽车交通事故，肇事的车辆若是无投保公坐汽车责任保险，造成其他人受伤或者是死亡，会当向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保障基金申请保障金来保障家己的权益哦。要查询肇事车辆有无投保公坐汽车责任保险，会当卡0800-855-688查询。若是有相关的问题，
请卡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保障基金，电话0800-565-6780。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保障基金关心您。唔知倒一个碰到底喵，把我阿妹哦弄个大病院啊！阿金，你到底是咧细细念什么？就阮家阿妹啊，甲朋友出去佚佗，啊发生事故，迄弄着阮阿妹的车哦，就安尼开走呢，即马拢找无人啦，伊后悔哦，唔知要找谁讨啦。安尼哦，阿敢有随去报警？有啊，警察讲哦，即马正在调查，啊唔过哦，这么侪钱的医药费，实在是唔知要安怎。阿金，你会当吼先去申请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保障基金的保障金吗？啊，那是啥？我跟你讲吼，发生汽车交通事故，弄到人的车，那是走起。这个时阵啊，那是有人受伤或者是死亡，会当去找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保障基金来申请保障金。是哦，哦，安尼我就放心吗？即马吼，我就跟你做伙去办，安尼吼，你就会当卖去烦恼啊啦。肇事车辆走起，造成第三人受伤死亡的时阵，会当向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保障基金申请保障金。那是恁对申请保障金的相关手续有无了解的所在，会当卡免付费电话0800-565-6780。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保障基金关心恁。